欢迎光临冉冉宠物精灵店，请问你们今天要吃什么呀？披萨、可乐饼。你要吃可乐饼？那姐姐呢？披萨、汉堡。好，马上来。来，这是你的可乐饼，这是你的披萨和汉堡，请用。我要吃这个。给你，嘿嘿，那我给你看这个，哇，大家好，我是林立西亚米。大家好，我是林立安娜。Hello。我们今天要介绍什么？这个是冉冉宠物精灵餐盒，我们有拿到三个餐盒耶，还有很多个。那我们打开来介绍给大家好不好？我都吃了，你都吃了，我们拉肚子。哇，它这个系列总共有三个哦，有这一种的汉堡、披萨的，还有可丽饼，然后下面还有一些可爱的小的软软哦。哦，这是 menu 哦。好，我们这次拿到三个杯子哦，这个是饮料杯，妈妈拿到的是这个颜色，好像喝咖啡的颜色。然后妹妹的是粉红色，跟我一样的哦。然后姐姐的，它是冰淇淋的图案呢。我摆好了。好，那它这里面呢有珠珠，这个线它有两条，像那种小吊饰啊，每一盒里面都会有两个哦。好，上面有 cheese 和番茄酱哦，看还有笑脸，这是披萨哦，也还蛮软的耶，嘿，好可爱哟、哦。那我们换下一个，马卡龙，这个上面是草莓吗？好可爱哟、哦，粉红色的，它长这样子，还蛮厚的耶。喂，可哦，好可爱哦，恢复原状，好啊，哎呦，转一圈了，好啊，好，那我换下一个，换妹妹，这是多拿棒吗？多拿汁啊、哦，这我们去乐园。他们也还蛮喜欢吃的东西，然后这是巧克力口味，有没有？上面是咖啡色的、哦，长这样子。给我。好。啊，好，这是洛梨，很可爱吧？还有蝴蝶结，这中间是果实，然后是半颗的洛梨哦。哎，好可爱哦。所以这样压下去就是把它的种子挖掉的意思吗？嘿，呜，啊，你也喜欢麻烦面呢？啊，姐姐下一个，这是姐姐的蛋糕，上面好像冰淇淋一样，然后它是上面粉红色，然后香草蛋糕中间抹奶油，长这样子。然后压下去，仙人掌。他们说它很像仙人掌，因为上面有一点一点的。它其实就是仙人掌。然后上面还有一个粉红色的小蝴蝶结，很可爱吧？我觉得它比较像小黄瓜。我觉得它比较像仙人掌。主食就是这三个。这个有点类似像。披萨的感觉，它是披萨，头上有披萨哎，我上面有酱料，满满的 cheese 哦，有没有？酱料，然后下面是面包，它摸起来很像冰淇淋的样子，把它压下去看看，哦，压起来很慢哎，好吗？然后再换这里 cheese 头。我们来减肥一下吧，这好像潜艇堡，把它压扁扁。压扁。
哦哟，这是妹妹的，它有点像可丽饼耶。好啊，我们把它轻轻的压下去哦。哎，呜，凹一个洞哦。呜，可以吗？再把它捏一下。呜，中间蓬起来了，两边凹下去了，好像香蕉哦，有没有？因为下面是黄色的。嗨，肚子，噔噔，再把耳朵捏一下，端端端，妹妹你的咕噜咕噜咕噜滚回去了，咕咕，姐姐的汉堡，嗯嗯嗯，好厚一个哦，而且好高哎，你看，起司好多哦，那番茄还好大一片，还有一片肉哦。还有番茄，嗯，然后把它压一下，喂，哦，站起来了嘞，好可爱哦。那还有树叶，还有叶子啊，这样子好了，把它，哎，汉堡可不可以变小一点？不太行哦。可以啊，你看那么扁。姐姐，哦，好，这姐姐的哦。端，欸，他也蛮会站的，端，比较不会倒哦。嗯，这个软软宠物精灵啊，在玩具反斗城或是一些玩具店都有在卖哦，喜欢的人可以去买来玩哦。今天的宠物精灵软软好玩吗？好玩。最后跟大家说什么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而且它可以穿吊饰，哎，可以挂在宝宝上哦。好哇。这个是大象吗？嗯。